今日我哋嚟做一道五味鹅啊！先用柳抽腌一腌佢咧，然后先碌鹅，两只马江鹅啊，半支豉油够啦。清水要浸过鹅翅啊，姜咧我就选黄肉姜咧，落多几片落去啦。陈皮就少少得啦，黄边糖两只鹅度放两片够啦。烧烤汁咧就落半支啦，酸梅酱可以上支落晒，十三香落少少啦，少少，然后就大火煮佢20分钟咁上下。喜欢甜酸嘅朋友可以落多啲白醋，揸啲唔记得两块南乳啊，反转佢再煮20分钟咁上下就接近熟噶啦。到呢个时候呢，鹅汁啊比较溶碌，比较香啦。将只鹅转一转，佢均匀吸收就大功告成啦。